猴子咋了？他没事，摔了一跤。师兄，赶紧撤吧！小鬼子这次是有备而来，一会儿出了林子之后，咱们分开跑。有什么事儿，我上军委炮子找你。好，那就分头行动，弟兄们，撤！快走！老郭，子良他们刚才好像跟鬼子交上话了，这一会儿咋就没动静了？金老郭，老郭，人没来。人没来，是啊，我们中计了，队长让我们赶紧全撤。看来鬼子有准备，通知老信，赶紧的，大小点撤。快走！啊，我相信钢刺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何野会在魏军宫的西营机上降落。这个女人的想法的确大胆，山口小姐虽然轻狂，对我这个老家伙也有所不敬，但她的确有她的过人之处。杰川，以后在用人方面，一定要看她的能力，不要光看她的态度。我明白了。 何野先生，我们安排您住在兵部里，虽然条件是差了一些，可是比较安全。将军给您找了最好的房间，而且会给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。谢谢坂田将军的关照，我有住处。哪里？我表哥家里。您的表哥在佳木斯。三江省开拓厅，麻生秀吉。 何野先生，在麻生家，您的安全不能保障。我看，您还是住在兵营里吧。他不是军人，他的住宅不会成为袭击的目标。不可以，您是带着任务来的，要服从安排。我就要住那里。 哥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终于盼到你来了！哎，我看看，哦，还这么英武啊！请。我说老赵，你成天拜酒神，你就这么惦记着挣钱呢？ 你懂啥呀？
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。小子，我告诉你吧，他呀保佑着咱呢。哎，新京来消息，河野大臣到佳木斯了。来了？不会吧？怎么来的呀？陆地上不可能吧？ 机场那边我们也布控了，没接着，这不会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吧？不管怎么说，咱这次的行动暴露了咱们的意图，再想拿他，困难肯定很大。那可不是嘛，要是河野真的来了，小鬼子肯定防得更严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派个人先侦查一下。对，查一下。行。哎，猴子怎么样？猴子，猴子屁股破了块皮，没什么大碍。啊，那没事。 去了。钢丝绝不会就此罢手，接下来的安保工作你一定要小心。我知道了。河野先生住在日本街麻生秀吉家里，他的安保由山口全权负责，我不好插手。说什么混账话！河野先生在佳木斯出现什么问题？ 你和宪兵队都有责任。哎，老师，河野先生的安保，我不是没有考虑。这次的安保工作，我想换个思路。哥，回来了，怎么说？我刚从西营机场回来。 跑道上黄乎乎一片，全是鬼子兵了，还在干。我目测以现在的长度，降落飞机没问题。要是河野大川真的来了，在这个机场降落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失策。站住！你回来了。内线消息。 一个重要的日本人已经到了佳木斯，但身份不明。看来应该就是河野大川，林闯刚从西营机场回来，机场确实是在施工，但是修好那些跑道，降落飞机没问题。你，吃吃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啊！不吃饿。你昨天怎么侦查的？ 我看了，我真看了。你看什么了？那跑道全跑了，那飞机根本就下不来。那你就不能看修好的那一段，能不能降飞机啊？我承认我这次是含糊了，但是我哪次能炸药我都没含糊。我说的就是这一次啊，祖宗。这次我错了，你平民队。当然对了。你先站着，我先说河野的事儿。是，先说河野。你闭上嘴。老赵。 你先消气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也有疏忽。我们必须再确认一下，来的这个人是不是河野大川？小鬼子已经绕了我们一次了。那这样吧，我先侦查一下，看看河野在什么地方。半天，能让他住在哪儿的？ 哎，拉车的，别偷懒了，拉我去趟西大街。高先生，没看见有人进出。 什么都没看见吗？啊！快点！我看你啊，刚才就是睡觉了。嗯？下来！干啥？我让你给我下来！咋了？
我跟你说，别跟我开这种玩笑。你说我别的，说啥都行。说这个不行，我告诉你，我眼睛都没眨一下，我眨一下眼我都怕人溜进去。我给你带俩烧饼啊。那又是啥玩意儿？哎呦，最近实在是太忙了，也没时间过来看您。这回我给您送点补品来。你这孩子，啥东西都往这儿拿，给你爹留的呢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方敏呢？哎，他要在啊，早跑过来了，给他额娘抓药去了。怎么一直没见着琪琪啊？哦，琪琪儿这几天早出晚归的，也不能忙些啥。还是个小轿车把他接走的。开始那个司机对他可恭敬了。回来挺晚的是吧？那邢王爷您多注意身体，我先回了。不坐会儿了？不了。好，我送送你。哎，刘工，走走走。我在住城部观察了两天，白天没有什么人出入，但是一到晚上6点半，就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出来，大概在11点钟左右回来。怎么这两天白天就没有车进入住城部吗？白天一辆都没有。这个河野大川来是恢复住城部工作的，他怎么会不在住城部呢？哎，老赵，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？会不会住城部的人去河野大川那儿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那这样。今天晚上我开车去盯着，我到底要看看这辆车晚上去哪儿了。佳木斯有车的人就那么几个人，你，我又不傻，我怎么会开我们家车呢？我去找次郎借一辆。这可以。乐之，芥川，你有没有感觉这几天过于平静啊？把你找来，就是想要提醒你，钢刺是不会闲着的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麻痹大意。放心吧，老师。安保措施落实的怎么样？30个宪兵换穿便衣，已经开始在日本街24小时巡查。日本街的安保，不要交给中国人，让他们在外围巡防。另外，消息绝对不能透露出去。嗨。Thank you.
老周，哎，子良，啥情况？那没错，筑城部的车确实进了日本街，但是车上坐什么人我不知道，看不清楚嘛。他们在日本街的街口设了一道路卡，我没法往里跟。那这个筑城部的车有没有停下来接受检查？筑城部的车根本就没拦，直接放行进去了。但是我发现日本街要比平时热闹很多，里面有很多晃荡的浪人，都是生面孔。筑城部的车连续三天进入日本街，这里面有名堂啊。河野呀，可能就住在这日本街里头。子良，咱得闯闯日本街呀，弄清楚到底是咋回事。行，哎，那我会日语，我跟金户进去整两句没问题。老舅，你行吗？不是，行啊。哦，老赵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哎，不是，子良，是你怀疑我呀？你这是对我不放心呐？是，特别的不放心。我，主要你进过宪兵队。是的，我。可老舅，你就别去了，金库老七他们去就行。哎，行。欢迎光临。说的啥玩意儿啊？谢礼。真是份好差事啊！领了钱，才能够在这里吃到家乡的东西。哎哎哎！看那两个日本浪人。别来看！你看他俩。好看呐！哎哎呦！你们他俩说啥玩意儿？我也听不太懂啊，大意就是说，他俩好像找了啥差事，发了点财。你喝多了。没事。喝多了，快坐去。你喝多。佐藤，佐藤，佐藤，佐藤呢？佐藤。佐藤，佐藤，佐藤，你打我？我没打你。你就趁我喝多了，报复我。是你自己跌倒的，我没打你。你早就想报复我，你就来暗的。你执勤时喝酒，自己跌倒，是要受军纪惩罚的。对，我是自己跌倒的，自己跌倒。再喝点。
再喝点。哎呦，哥还没睡呢。嘿，你干嘛了？你又挑我衣服呢？看看，你这件什么时候还我呀？什么衣服？你身上穿的这件啊？我的。嘿，我这猴子，你可真有意思啊！你当初借我这件衣服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哎，不是，咱说正事儿啊！不是，你今儿咋又没回去睡呢？这都几点了？我回去晚了，怕吵着老爷子睡觉。我晚上不回去，在这待着呢。哦，你呢？你瞎溜达啥呢？我睡不着，没事啊，我就溜达溜达。啊，你别溜达呀，你坐着聊吧。哎呦，哥，你这你在我这儿还客气啥？坐下聊。不是你哪壶不开提哪壶？哪壶没开呀？你故意的呀？怎么还没好呢？没事儿了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这儿破了点皮儿，都快好了。啊，时候也不早了，赶紧回去睡吧。行，哥，那你早点睡啊。行，走吧。走吧。这等着我，你给我双鞋，我给你脚，我给你双鞋。亲自来了，这边请。不必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想看看我的衣服做好了没有。旗袍的做工时间比较长，还没做好呢。不是旗袍，是用那套洋装。洋装也还没有做好。我服丧期刚过，身上穿戴的颜色不能太鲜亮。明天我丈夫的长官又来慰问，我想穿我那套洋装，帮我赶出来好吗？行。没问题，我今天加班给赶出来。慰问的人明天什么时候到？明天上午十点。好的，我赶在明天上午十点之前给您送过去。拜托了。哎，不客气。叶小姐，夫人，我没来晚吧？没有，谢谢叶小姐的帮忙。慰问的客人马上就要到了，我就不招待你了。啊，您别客气，这衣服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，您先去试试。我相信叶小姐的手艺。行，那要是不合适的话，我再给您改。好，谢谢，那您请回吧。好，再见。嗯。帝国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英年早逝，可惜了。谢谢。何野先生，请。请。
你穿这事儿撩这个有样。反正好与坏，这酒我都得买，是不是？行，你想咋霍霍咋霍霍呗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大少爷，你怎么干活也不像那么回事儿。我们说正事儿吧，老赵。哎，我今天啊，差五分十点，我踩着点儿去的。我看到你的老对手了。谁呀？马胜。哎，这边有故事是吧？这小子腿一直行，围剿跟我们抗联。你以前吃过他的亏。哎呀，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多？哦，那人说，你说。哎，他是三江省开拓厅厅长是吧？他去慰问竹野夫人，他慰问得着吗？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今天护卫的人很多，我当时根本就靠近不了，就只认出了麻生一个人。你看那个点儿踩得太正了。又废话。前呼后拥麻生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对呀、啊，但是麻生陪同了一个人，看那阵势，应该是以那个人为主。陪同了一个人，那有点意思吧？应该这个人有点名堂，他去慰问竹野夫人，应该是筑城部的人。河野大川，有这个可能性。竹城部每天晚上派车去日本街，是去见这个人。麻生陪同慰问，应该是私人身份。如果是河野大川的话，说明他俩关系绝对不一般。丁麻生，你今天晚上再派人去日本街。行，我让金库去吧，他对那儿熟。好，那我先去了啊，跟我。啊，注意安全啊，小心点啊。你去睡吧。哎呀，睡不着啊。小叔啊，我睡不着的主要原因是想跟你老多待会儿。你个小猴精，整个大旅社除了你子良哥，就你嘴最甜。哎，猴子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哎呀，小叔，你有什么事您就吩咐，您老这么客气。最近还要饭吗？你咋又提这事儿呢？你的事儿我都知道。知道，这我猴子哪能掏出您的手掌心啊？是不是？你小子。班长，你这两天早出晚归，王爷会不会？我察觉到了，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把我的话传下去，严密监视同仆。哎，王爷请喝茶。哎，好好好。老哥哥，有事儿直说。好。哎呀，今天的事儿说来话长啊。孩子们长大了。哎呀，这子良就是不着调，我说了他好几回了。哎，不不不，我说的不是子良和华美的事儿。那是啥事儿？琪琪儿的事儿。琪琪儿啥事儿？永成，你知道四年前琪琪儿的父母被日本人杀害了，他就从关里返回了东北。你是他的亲人，他只能投靠你。这孩子挺可怜的。琪琪儿全家当年从佳木斯走的时候，
还不到6岁，这一回来便成大姑娘了。老话说，女大十八变。可这半年，她变得有点让我不认识了。因为啥让你有了这种想法？你看啊，在你寿宴之后，她就成了坂田的汉语老师。 名义上是叫坂田的中国文化，但是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我这心里一直在犯嘀咕。还有，他几次跟我提出要打理王府的生意，我同意了，把账本交给了他。但是永昌，你知道，我们家那账是不能见人的。我感觉。 他是在查我的账，老哥哥，你这是让人惦记上了。你是不是怀疑这一切都跟齐齐儿有关？哎呀，我不敢往下想啊。永成，上次送粮之后，我知道你的能量很大，我想再求你一件事儿。 进了麻生家，嗯，驻城部跟开拓厅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啊。如果说河野住在麻生家，那么驻城部的人就得每天上他那儿去。有这个可能。齐坤介绍过河野，说这个人啊性格古怪，不按常理出牌。那这个河野有点神出鬼没的意思了，太可疑了。哎，老公。 跟猴子，再去侦查，搞准成了。好。鹏哥，顾哥，你俩等会儿，我上去看看。注意点。 老弟啊，你来5天了，今天总算是有时间能和我叙叙旧。啊，表哥，没有心情啊。嗯。驻城部损失很大，人员有伤亡，设计工作基本停止了，两大要塞的图纸被盗走了一部分。你的能力很强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工作的。 安田之下的佳木斯处在一种失控状态，治安简直是一塌糊涂啊！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，虽然局势有些紧张，但钢刺的目的性很强，他们针对的是要塞。嗯，年初到现在变化太快了，附近凤翔两处要塞。 必须抓紧完工。我管理的开拓团是在要塞区域的边缘，我也希望尽快完工啊。表哥，开拓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我在新京就有耳闻。 Thank you.
何文辉遇刺之后，杨子的状况如何？十分不幸，精神崩溃了，一送回日本，爱上了什么中国人，会有好结局吗？啊！这是个意外啊！哼，杀人凶手就在佳木斯。坂田，能力太差了。你还有女儿陪着，可我的家人没有一个肯来。如果百万户移民的计划实现不了，日本我是回不去了。是草木皆兵是什么？钢刺很不一般，警惕性高点好。如果说贺野江住在麻生家，里里外的守卫肯定少不了。这样吧，我打算明天呀，我到日本街盯一天，先摸摸小鬼子的动向。妹妹，你在佳木斯的目标太大，还是猴子去。掌柜的啊，你这是想把贺野从麻生家绑出来啊？啊，是这个想法。但是你说麻生家周边的环境我们都不熟悉。你光看建筑外观，你很难判断内部结构啊。是啊，9·18之前，日本接触的都是老毛子，那会儿我总去。麻生家住的是哪栋？他家好认，楼外观是白颜色的，二层，不过窗户比较高。东面那栋？对，东面第二栋。没记错的话，那个时候住的是一个叫尼古拉斯·列维奇的白俄，后来日本人把他给打死了，把楼给抢了。你进去过吗？总联系，可是这小子就是不让我进屋里研究事儿。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我们要不知道里边的结构，那你说怎么拿人呢？哎呀，咱呀最好有个内部结构图。哎，猴子，你这样吧，你能画个图吗？哎，就猴子把图都画好了，你画好了你给我拿出来，快，快点。不是你这是那个。你还是听听我的意见吧。你说，我爹啊，跟老毛子早年间呢有些生意上的往来，我不知道他进去过没有，我回去问问他。他如果进去过，我让他告诉我大概的情况。哎，这挺好，但是要策略点，别吓着老爷子。行。哦，对了，提起老爷子，想起一事来。啥事？佟王爷拜托咱们查查齐家。查齐家。啊，山口小姐来了。将军您好。来来来，进来喝茶。哦，不了，将军，我要去一趟富井和凤翔，安排一下河野先生下部的行程。啊，很好。山口小姐，河野将军执意要住麻生家，
我是非常反对的。这一点我也很无奈，可是他太固执了，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吧。好吧。